清华这首歌的扫弦就也非常简单哦。首先这个我用的变奏夹二品那个这样一个，然后 C 调的指法，然后用到和弦 AM 和弦 G 和弦 F， 然后还有一个 C 和弦。这里的节奏第一拍很简单，第一拍就是一个两个八分音符向下走，大大，然后第二拍我们一个前八后十六，下下上，第三步我们是前十六后八，下上下，然后第四拍还是前八后十六，下下上，连起来就是下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